瑞滨线，前往瑞滨。没有，那边是往那个南那个南下，那是顺的啊。然后就这个弯堵住。我们现在是我们右边堵住，左边没堵住啊。一个是往万里，一个是往瑞芳啊。我们是要往瑞芳啊。应该听懂我要表达的意思。我也知道分两边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往右转的是我们要去的方向，但是你看那边前面是顺的，为什么这一个弯是堵的？哦，我也不知道，没有看到红绿灯的位置。这个是小雨的歌吗？声音好像。看一下，那你怎么知道好厉害？因为他声音算是有特色啊。右侧至台62万里瑞滨线，前往瑞滨。